敬礼上师金刚萨埵。五浊黑暗时期，人们缺乏因果正见，造罪异常严重，罪业在相续中留存习气，若不加对治，决定将成熟苦果。因此修习忏悔极其重要。在一切忏法中，以金刚萨埵法门最适合末法时代的众生。一千多年前，莲花生大士在金刚萨埵伏藏仪轨中受记此法，与汉地众生有缘。这个时代，大恩上师以大圆满智慧观察，也如是应定，大力提倡共修，以期依仗本尊愿力、密咒加持及共修之力，迅速消除弥天黑夜，重现安乐曙光。按《莲花戒论师》修次中篇、修次下篇所说，在书式的作句上具足八法：双足结双家福，如比如遮那佛作事，半家福亦可；眼睛不宜太睁开或太闭，目光应垂住鼻端；身体不太后仰，也不能前屈，应端身内念；双肩平齐而住，头部不扬不低，不歪于一方，从鼻至脐正直而住。齿和唇随自然而住，舌底上颚，呼吸渐渐微细，身体端直，可以消除昏沉、吊举、睡眠、不重视修法等行为相，并能使修法状态长久保持。首先，在坛城主尊皈依境前做皈依：南无从今乃至菩提果，如海诸部坛城主，上师金刚萨埵前，吾以身解信皈依。南无是顶礼上师金刚萨埵佛尊，从今天开始乃至成就菩提之间，我们都始终以身解信皈依三部佛、五部佛、千部佛乃至无数诸佛坛城的主尊。
上师金刚萨多佛尊，圣解信是没有怀疑的深深信任，深信金刚萨多大慈大悲，他的愿力真实不虚，心咒的加持真实不虚。因为我们所依止的本尊，其愿力加持已经圆满，绝不可能空耗。但要使上师金刚萨多的加持真正融入自相续，唯一取决自己的信心和恭敬心，所以这个深解信极其重要。其次，发菩提心，一切等空诸有情，唯得安慰净乐地，身口意之诸精情，皆当不离菩提道。为了尽虚空的一切众生都解脱罪业，获得最究竟的安慰，愿我身口意的一切情作都永远不离菩提道。无始以来，因自私造深重罪业，从今天起转变自心，唯唯利他，这样才能破我执而消罪业。无量的乳母众生罪业都异常深重，如果罪业有体相，净虚空也无法容纳，尤其三恶趣众生的罪业更是深重的无法形容，所以要发菩提心，不要只想到忏悔自己的罪业，而要带一切众生消业，为整个世界消业而念修金刚萨多。阿字代表一切诸法的法界圣意本性，代表远离执着，代表般若波罗蜜多的无生大空性。念阿字时，安住于平等大清净空性中，这叫做真如等持。在自己前面一肘高的虚空中，观想如大海般广阔无边的精美供品。在供品前上方，观想一朵表示远离轮回杂染的千瓣白莲花。观想莲花上有一无有丝毫欠缺，如同十五的圆满月轮。圆满的月轮表示远离一切过失，具足一切功德的断正圆满。又观想月轮上如流星瞬时划过夜空般出现一个光辉灿烂，表示绝空无二之本体的白色轰字。光辉灿烂的轰字由十方诸佛一切身与意功德事业的加持，涉及一切智悲力的功德，以及有情世间的精华，并无余融入此轰字，显得光辉灿烂，就如自痴梦中居然醒来。这叫做专注一缘观修微细种子字。又观想一瞬间光辉灿烂的轰字变成了本体为五等大悲宝藏聚德根本上师，形象为几百部寂蒙本尊于一部之自信的
报身金刚萨多本尊。金刚萨多本尊身色宛如十万个太阳照耀在雪山上那般洁白，一面二臂，右手持五股金刚杵于胸前，左手持铃于腰际，以十三种圆满报身服饰庄严，双足皆金刚加夫座，身体放射无量洁白色的智慧光芒，遍照十方世界。这叫做专注一元观修粗平本尊身。金刚萨多身体等犹如水月或镜中现影像一般寥寥分明，现而无自性。发机表示从本以来不迷乱，而且在他相续中应持大智慧。一面表示法身唯一圣意明点。双眼表示如所有智尽所有智。两耳表示二谛双融。两个鼻孔表示自他二力任运自成。嘴唇表示平等大乐。牙齿表示圆满四十二寂静本尊坛城。舌头表示轮涅平等周遍。二臂表示智慧方便无二。十个手指表示五身五智。两足表示不住轮涅二边。身体十二关节表示清净流转之十二缘起有之。十个脚趾表示圆满五方佛五佛母。完整的身体表示一切功德成就之身。自毛孔中发出的智慧光芒表示八万四千法门。绫罗五衣，面流，肩披，飘带，腰带，裙子，珍宝八饰，五佛冠，耳环，项链，臂串，璎珞，手镯，脚镯，足环，十三种事物表示以大悲悲悯有情，或者未断五欲而显现清净妙相庄严的装饰。绫罗五衣表示圣服五毒烦恼。珍宝八饰表示八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按密宗内序部讲，右手持金刚杵表示圣意不坏的金刚，或者殊胜的方便。上面的五谷表示五方佛，下面的五谷表示五方佛母，上下的莲花叶表示菩萨菩萨母，珠幔表示极净本尊，中间圆形的杵柄表示远离一切戏论的无上法界功。
按密宗内序部讲，左手持铃，铃表示圣意智慧，所以铃的上部有金刚界自在佛母的面相，其上半个金刚杵表示乐空二者互相应持。铃上八朵莲花上有八个种子字，表示金刚界自在佛母以外的所有佛母、菩萨母。半满璎珞以及上下两圈横竖的金刚杵表示以殊胜方便来庄严殊胜智慧。有些铃的内壁有嗡、啊、轰三字，表示佛尊的身、语、意。灵舌表示大乐的源泉，或者能证的智慧。内壁的圆形空间表示远离一切细论的空性法界。以上皈依、发心、观想圣尊，是四力中的第一力，所依力。这是一个如法忏悔必须依止的方面。真正升起皈依圣尊之心，又升起利益无量众生的菩提心，再加上圣尊的身相明观于心前，三个方面聚合起来，就有忏悔的强大依止力，这样忏罪力就很强。下面念一遍观想圣尊记。啊，自前如海共云中，白莲月轮坐殿上，不足金刚萨多尊，明现洁白皎月色，一面二手持铃杵，圆满报事加趺座，放射智光遍十方，沉静意中观明然。明观诸部坛城主尊以后，猛力祈祷上师金刚萨多。本来上师金刚萨多的法身遍在十方世界，他的愿力周遍宇宙一切时空，如金刚一般最真实最坚固，始终不会欺骗我们，是我们永可信赖的归命境。但他的加持只融入祈求者的心相续，所以我们现在恳切祈祷，就是打开自心领受愿力加持。祈祷越真诚越猛力越广大，上师金刚萨多给我们的加持就越深越快越强。最好这样祈祷：呜呼，上师金刚萨多母亲，请您意念往昔所立誓愿，我们这些在三有大海中长劫领受三苦八苦等无量痛苦孤注无依的孩子，哀求您大慈大悲，在法界中摄持我们，千万不要舍弃我们。这样发怒忏悔，无始至今由贪嗔痴引发，以身与意所造一切能一起不能一起的自性罪和佛智罪，如十恶业、五无间罪、尽五无间罪、违犯三乘戒学处等，逐条回忆，如服剧毒般在惭愧后悔恐怖的心态中
不复不曾，深深追悔，发怒忏悔，并求加持，请您以大智慧关照，以大悲眼垂念我们，以天耳听我们发怒忏悔。今天对您无好事可说，我们无始所造的无量罪业，现在如法发怒忏悔，一定要让罪业当下清净，在未离座时就请您加持消灭罪业。上师金刚萨多最慈悲，不会嫌我们罪业重，越是敢发怒，越是发怒得真诚彻底和直接，加持也来得越直接快速和强烈。这是四力中的第二力，破恶力。随后在上师金刚萨多面前立誓防护罪业，发誓从今天开始，纵然遇到生命危险，也绝不再造恶业，因为没有